快捷汉语一加一。快捷汉语一加一。第二课，办公室。词汇：办公室、教室、屋顶、地板、墙、门、窗户。东西：桌子、办公桌、椅子、白板、灯、电话、电脑、笔筒。是。句型：是什么？是屋顶。是什么东西？是桌子。词汇：老师、学生、老板、员工。句型：谁是老板？他是老板。他们是什么人？他们是员工。词汇：这、那、这些、那些。句型：这是什么？这是电话。这是谁的东西？这是我的东西。那些是谁的东西？那些是他的东西。词汇：吗？句型：这是电脑吗？是，这是电脑。那是白板吗？是，那是白板。词汇：不，不是。句型：这是门吗？不是，那是门。那是窗户吗？不是，那不是窗户，那是白板。词汇：是不是？句型：这是不是门？是，这是门。这是不是你的桌子？是，这是我的桌子。词汇：书，汉语书，英语书。本，练习本。
作业本、笔记本、笔、钢笔、铅笔、圆珠笔、表、手表、钟表、杯、茶杯、酒杯、包、书包、钱包、公文包、机、打印机、复印机、传真机、句型。这是什么书？这是汉语书。那些是什么本儿？那些是练习本儿。这是公文包吗？不是，这是钱包。词汇。有。句型。你有书吗？有，我有书。你有什么书？我有汉语书。词汇。没，没有，有没有。句型。你没钢笔吗？有，我有钢笔。他没有酒杯吗？没有，他没有酒杯。你有没有汉语书？有，我有汉语书。词汇。也。句型。我有笔，你有吗？有，我也有笔。词汇。了。句型。我推他的背了吗？推了。你推他的背了。你拉他的胳膊了吗？没拉。我没拉他的胳膊。你有书吗？没有，我没有书。你有书了吗？有了，我有书了。数词。百、千、万、一百、一千、一万。201，2001，20001。
310310031000411421143211词汇国名国中国韩国日本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哪叫名字啊很谢谢绘画练习你是哪国人我是美国人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某某某你有汉语名字吗有我的汉语名字叫某某某啊你的汉语名字很好谢谢